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此十方众生所有欲要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欲要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欲要，广说乃至欲尽知一切欲要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方便，如是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此十方众生种种方便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世界众生种种方便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方便，广说乃至欲尽知一切方便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心，广说乃至此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心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心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悉知净法界、虚空界、无边众生种种心，乃至欲尽知一切心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业，广说乃至此十方众生种种差别业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根边际不可得知，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业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欲悉知三世一切众生业，乃至欲悉知一切业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烦恼，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此诸烦恼种种差别无有能得知其边际。有第二人于一念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知众生烦恼差别，如是复尽阿僧祇劫，次第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众生烦恼差别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根边际不可得知，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世界众生烦恼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烦恼差别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欲尽知轻烦恼、重烦恼、眠烦恼、起烦恼、一一众生无量烦恼种种差别、种种觉观，尽知一切诸杂染故，欲尽知一无明烦恼、爱相应烦恼，断一切诸有趣烦恼结故，欲尽知贪分烦恼、嗔分烦恼、痴分烦恼、等分烦恼，断一切烦恼根本故，欲悉知我烦恼、我所烦恼、我慢烦恼，觉悟一切烦恼尽无余故，
欲悉知从颠倒分别生根本烦恼，随烦恼因生见，生六十二见，调伏一切烦恼故。欲悉知盖烦恼，障烦恼，发大悲救护心，断一切烦恼网，令一切智性清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以诸种种尚未饮食、香花、衣服、床幡、伞盖及僧伽蓝、上妙宫殿、宝藏、网幔、种种庄严狮子之作及众妙宝，供养东方无数诸佛及无数世界所有众生，恭敬尊重、礼拜赞叹、屈躬瞻仰，相续不绝，经无数劫。又劝彼众生悉令如是供养于佛，至佛灭后，各为其塔，其塔高广，无数世界众宝所成种种庄严，一一塔中各有无数如来形象，光明遍照无数世界，经无数劫，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与汝意云何？此人功德宁为多否？天地言，世人功德为否乃知，于无能测。佛子，此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佛子复至此欲，假使复有第二人于一念中能作前人及无数世界所有众生无数劫中供养之事，念念如是，以无量种供养之具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及无量世界所有众生，经无量劫。其第三人乃至第十人皆亦如是，于一念中能作前人所有供养，念念如是，以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供养之具，供养无边乃至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及而许世界所有众生，经无边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至佛灭后各为其塔，其塔高广，乃至住劫亦复如是。佛子，此前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佛子，菩萨摩诃萨不其现，但为供养而所佛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供养净法界、虚空界、不可说不可说十方无量去来现在所有诸佛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誓心已，能知前际一切诸佛使成正觉及波涅盘，能信后继一切诸佛所有善根，能知现在一切诸佛所有智慧，彼诸佛所有功德，此菩萨能信能受能修能得能知能证能成就，能与诸佛平等一性。何以故？此菩萨为不断一切如来种性故发心，为充遍一切世界故发心，为度脱一切世界众生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世界成坏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垢净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世界三有清净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要烦恼习气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死此生彼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诸根方便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行故发心，
为悉知一切众生三世智故发心，以发心故，常为三世一切诸佛之所依念。当得三世一切诸佛无上菩提，即为三世一切诸佛与其妙法，即与三世一切诸佛体性平等，以修三世一切诸佛诸道之法，成就三世一切诸佛力无所谓，庄严三世一切诸佛不共佛法，悉得法界一切诸佛说法智慧，何以故？以是发心，当得佛故。因知此人即与三世诸佛同等，即与三世诸佛如来境界平等，即与三世诸佛如来功德平等，得如来一生无量生究竟平等真实智慧，才发心时即为十方一切诸佛所共称叹，其能说法教化调伏一切世界所有众生，即能震动一切世界，即能光照一切世界，即能熄灭一切世界诸恶道苦，即能严禁一切国土，即能于一切世界中示现成佛，即能令一切众生皆得欢喜，即能入一切法界性，即能持一切佛种性，即能得一切佛智慧光明。此初发心菩萨不于三世少有所得，所谓若诸佛，若诸佛法，若菩萨，若菩萨法，若独觉，若独觉法，若声闻，若声闻法，若世间，若世间法，若出世间，若出世间法，若众生，若众生法，唯求一切智，于诸法界心无所着。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接下来请收看早课